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拉风牛。今天新版本更新呢，不仅爆料了第九期荣耀勋章 A 车的特性，还曝光了三周年免费送的雷诺特性啊。那这期我们主要来聊聊这个免费雷诺的特性哈。想看勋章车特性的，可以进我主页看上一个视频。那雷诺的特性是受撞车影响减弱40%，每四次使用氮气，7秒内小喷动力加10%，小喷最高速度加40速，这个特性看起来一般般哈，有点那个免费车的味儿了。虽然说跟擎天雷诺相似，但仔细跟擎天雷诺对比的话，你会发现不仅少了撞墙保留50%的集气，他们的第二特性触发条件呢也是差别很大。那擎天雷诺呢是漂移5次就触发，而免费雷诺呢是放氮气4次触发。那虽然说这两者呢第二特性的属性加成差不多，但就这个触发概率来说呢，擎天雷诺啊秒杀免费雷诺了哈。然后这个特性来说的话，基本是确定下来了，想要改的话几乎没可能了。接下来呢，只求这个雷诺的基础性能要强一丢丢就好了。好的，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吧，谢谢收看。